哎，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来上课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咱即节要讲较高级班，就是即个台湾的国际地位。你伫初级班的时阵，我甲大家讲过，来复习一下。初级班咱谈两个代志，第一个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这国际法内底，拢有强迫的规定。你甲看全国际上、世界上，不管伊安怎战争，但迄个土地啊，建立以后啊，建立来嘛是这個土地爱行人，当时呢。爱伫迄个土地啊，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。哦，你不爱原来政府不要紧，但这个新的政府一定爱当地老百姓家己组织起来，这叫做国际法。占领袂当移转主权。第二点，初级班来这边读的，就是讲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。流亡政府如果要就地合法，德兰沙拉伫因迄个西藏，走去即个啊做德兰诶，唔是西藏啊，迄个啊做，迄个，达赖喇嘛走去德兰沙拉伫印度，安尼伊都听好伫德兰沙拉传播完啦，西藏再度的建立国家就好啊。所以你甲想，德兰沙拉遐印西藏的人有伫选举无？有。但是选举是选西藏的领导者，德兰沙拉西藏的人敢会当选印度的领导者？当然袂使。同款的代志，你今仔伫台湾，咱台湾坦白讲啊，68年前开始啊，台湾真济的法律上啊，拢总搞错了。我即马搁再一摆来复习。咱台湾的国际地位，以及初级班的部分，大家知影。第一，第二世界大战台湾建树，啊，有人你们讲建厉害无？应该无啦。建树，台湾建树，台湾有参加战争无？有无？有嘛吼？敢有认为讲无参加战争？无嘛吼？台湾有参加战争？上界有名的高沙义勇军，你一定感觉真奇怪。你若算是日本人，你来用义勇军，国际法的规定，就是讲，这老百姓，若毋是迄个国家伊的公民，干那伊的居民的时阵，是毋是殖民地的人？伊若真正要叫你去战争的时阵啊，伊干那让用志愿军、志愿军。还是义勇军，一直到1945年4月7日，这日子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即摆呢，这日子啊，日本人嘛开始知影。1945年4月1号，日本天皇昭和天皇宣布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，予咱台湾人两种的权利：一种参政权，参加战争的权利；另外一种予咱参战权，参加战争、参加战争甲参加政治。当然，这个参加政治啊，伊伫1945年1月份，就已经予咱台湾人参加政治啊。迄阵有3个参议员，5个众议员，伫美国，即日本的东京都啊，迄帝国的议会啊，有伫遐咧开会。后尾啊，到4月1号实施落去的时阵，咱台湾这块土地变作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台湾人民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、臣民，因为真可惜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迄两粒原子弹，时间经过4个半月尔尔。伫迄个时阵，大家人的心思啊，因为战争输的关系，迄个心思啊，拢未记得讲这个天皇的这个诏书，这个宪法的。伫这个台湾这个土地实施，也意义到底伫倒？
实际上啊，万国公案啊规定啊非常清楚。当你有参政权，啊，甲你有参政权的时阵啊，咱就正正杠杠啊，完全变作日本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公民。这是不管什么人都没有办法和咱变的啦。但你也想看麦，中华民国来台湾以后，甲咱改是什么物件？所以是安那，咱这个法律论是足偏杀的。因为以前细汉听来讲，日本窃占台湾，有无？是不是？你听的是不是这個？我是读这個啦。啊，你是不是读这個？那是你家去看看吗？你应该会记得嘛？日本窃占台湾嘛？我相信哦，你无在迄个读这时，你无迄个胆，甲老师辩讲哪里有窃占台湾？其实日本没有窃占台湾呢。窃意思啥？饕餮。日本讲啊，我哪有甲你饕餮？我是按照马关条约，公公人人入来台湾的呢。这个土地是大清的大皇帝，从台湾甲平湖这块土地来配合日本天皇的呢，所以他没有窃占台湾。因为中国人要入来台湾的时阵，中华民国要入来台湾，他们讲伊要有一个合理性、合法性，所以自入来时开始合理啦。伊也甲你搞得迷迷糊糊啊！第一，台湾光复十月二哦，你想看咩？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建书，咱的老爸老母、阿公阿妈，那要过第二个问看咩？日本时代，甲老辈拢伫啥？走啥？走空袭？你那就走空袭，用飞机来甲你轰炸米二九啊！而且米二九。这是什么人飞机？美国的飞机啊！中华民国有来无？一中华民国迄阵已经许日本，予咱日本人甲拍去干呐？四川啊，两要消灭去啊！啊，就讲啊，中华民国，我问你咧，中华民国甲日本大日本帝国有宣战无？那有诶，你举手。那恁读诶册有讲宣战呢？你都未记得啊？有无？1941年12月7号，美国这日本奇袭珍珠港，啊，美国12月8号宣战，12月9号中华民国蒋介石向日本宣战。你有读这段？你有读这段无？有无？我是有读啊。啊，你有读无？啊，你读到咪问你拢唔知啊？有读一只较甘愿的吼，你有读就有读吼。那恁来看，伊个宣战，伊宣战以后，你想啊，阮两个人要相拍啦。我讲，这个做雅虎要相拍啦。我宣布，雅虎，我要跟你开始相拍。哎，拢点点，安尼干袂使？袂使呢。国际上哦，我这个国家宣战，伊嘛爱宣战呢。中华民国伊宣战，啊，日本有宣有甲宣战无？有无？有会举手？无会举手，无会举手，你都唔敢举手呢？你也是足奇怪呢。无，你都从来无看到这款文字嘛，对吧？啊，那日本无甲你宣战，啊，你是去拍啥？拍假？我阁甲你讲，这正正刚刚的事实。12月9号，咱来刚研究这个蒋介石迄当阵，你中华民国你创啥物嘛？12月9号的时阵呐，咱说大概我跟你讲，真正嘿，我们那个课本啊，弄个丢到垃圾桶后了。12月9号，伊甲咱课本讲是伊宣战的有无？徛白马足水的，他不止宣战呢，伊个还怎么样？消除啥不平等条约有无？啊，我伟大无？很伟大呢。我以前囡仔时阵足佩服伊，即摆呢，都对这个，伊讲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屁！战争以后所签的条约，没有一个是平等条约。你听有无？你想看咩？你建书的人敢袂敢加讲话？袂使啊！你若建书，
要甲伊签平等条约的时阵，你阁讲条件，迄贱人甲你讲哦，安尼免讲，阁拍，甲你消灭。所以签的条约绝对是不平等条约的。所以咱的思想都叫怪起来，就是很伟大。他哪里有伟大？过来十二月九号，一共一双检有无？我请问咧，你捌看到中华民国对日本宣战的迄个宣战书无？捌来举手，唔捌来举手。诶，我问你咧，啊，你拢唔捌看过？啊，伊甲你讲，安你就甲相信？课本甲你讲，安你就相信？对不对？来，看你看宣战书伫遮。国民政府对日本啊，做宣战。诶，报告有啊！你要注意看啊，什么人宣战？主席，什么人？林森呢？林森呢？林森是主席，伊宣战的呢。啊，咱台湾课本是不讲，甲你讲蒋介石宣战有啊？啊，有伟大无？有无？你若唔知啊，你觉得他很伟大？你若看了啊？他一点都不伟大。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正本，放你对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做台中啊，那个中兴新村，也有一个台湾的历史的博物馆。你若去甲看，为正门入去，我倒边，走差不多六十步左右，你甲头壳举起来看，那是原版的。这个原版的在写啥？蒋介石迄个时阵是做啥物物件？做行政院院长。啊，行政院院长可以宣战吗？我对你，即马做，你即马毋是行政院长啦。迄阵伊本来做行政院院长啦。江宜桦即马做行政院长啊。惊啊！即个啊做马英九惊到哪遐啊咧？他能够宣战吗？都讲起来，在迄个时阵，全中国有三个中国，三个中央呢。第一个，在四川，就是叫做国民政府，不是叫中华民国，国民政府。第二个，汪精卫在南京。第三个，毛泽东在延安。这个属性。咱讲的这些历史啊，没有一点点暗坎。所以当蒋介石为着要将咱台湾人的脑，把咱洗掉，伊开始创造历史。上个严重的就是十月二五，讲台湾光复节。但你若是你个想起来，台湾哪有光复？你建树面哪光复？你也看迄光复节，因为。讲话即，迄阵伫迄个中山南有搭一个牌楼有无？其实伫牌楼的顶冠就甲咱讲啊，是咱家己吼，目睭突突不要看来，迄牌楼出来，你有看啊？来，你过去看，敢若看到吼，头前迄个穿迄个啥，穿平安衫的吼，敢若足强壮威武的，有无？吼、哦，你目睭看咩啊？顶冠拢搞啥？你看，即顶冠迄个啥物事？正中呢，美国旗；倒边美国旗，正边贴美国旗。你看哦，是安怎伫中山堂挂美国国旗伫上个顶冠？因为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的征服者、征服者。蒋介石派单于来，是只不过代替明军来接受投降而已。所以，在迄个内底接受投降的内底，伊个典礼你也看麦啊，挂四支的国旗，来看迄内底，看迄个中山堂内底，你有看无？四支国旗你有看？喂，哪讲真真正正是向中华民国投降？挂美国挂迄个中华民国旗啊，就好啊，那挂四支。单于迄当阵所代表的身份，就是啥？就是明军啊！
但是占领，迄个十二月二五，迄天叫做什么节？讲话这是不对哦，绝对不对哦。啊，迄天要叫什么节？是战争法来的，叫做交战国军事占领日，就是互相小台国家军事占领日，交战国。迄天是不是叫做中战？中战 ？No， 不对。虽然投降的投降典礼结束，不一定讲未过战争啊。譬如讲，八月十五，日本政府、日本大帝国投降，苏联迄阵才开始个拍北方四岛，啊，已经停战啊，要跟你底下激战，所以。投降典礼无代表终战，什么时阵终战？就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生效迄一天叫做终战。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签的时阵有终战无？没有。所以1952年4月28号迄一天呢，才是真真正正终战，停止战争了。迄个进程拢要是占领，问题来啦。和平条约签了，迄一天开始叫什么名呀？和平条约签好，那占领军有离开，啊上好，主管就赢你。占领军无离开，有个人读册读一半呢。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有规定呢，占领以后六个月内底，占领军要离开 ，no。没人知道 ，no。你甲看，1853年，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一个判例，叫做 Close 对 Harrison 的判例，他讲得很清楚：和平条约生效，不表示占领结束。占领若要结束，就一定要美国的参议员、参议员通过相关的法律。或是由总统宣布，我讲一摆，1853年 ，Close 对 Harrison 一个判例，伊讲和平条约生效，不代表结束军事占领，军事占领若要结束，一定要等到参议院通过相关的法律，也是美国的总统来宣布。我请问，美国的总统为1952年4月2日到今日为止，美国宣布结束台湾的占领有无？有无？啊，无的举手。啊，有的举手，有的举手。有宣布？你有看到？当然没有宣布啊！所以今日要去军事政府占领啊！啊、所以我跟你讲，什么叫战争法？战争法就是五个物件，叫做战争法。第一，海牙第四公约；第二，日内瓦和平公约有关战争的部分；第三，红十字会总章程内底有关战争的部分；第四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有关战争的判例；第五。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3000几条，这些物件就是战争法，但是战争法跟普通的刑法、民法不同款。战争法一般是啥？用惯例法，就习惯、习惯的法律变成我们真真正正的迄个战争以后的实力。所以有亲无？真正真深呢，所以你若想讲，你是安尼坐三工啊，啊，即马佫坐咧三工，啊，你就拢捌啦 ？No， 你也知影呢，军事政府占领，所有的你所谈的战争话，拢甲你讲哈 ，In 就是入去，军队入去 ，Out 出来，捌甲你讲入去以后要创啥？无咧。其实你们要创啥？迄叫做战地政务。
国际法内底无遮啦。所以我呢，我有伫想讲战地政务啊，我要来写。因为咱今日就是受到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伊怎么印都即摆啊？未要处理呢？什么时阵会处理？杜鲁门伊讲，伫1950年6月27号，韩战爆发以后第二天，伊讲啥？台湾都爱等个太平洋地区拢稳定了，伊才要讨论台湾的问题。所以是1950年9月8号。签旧金山和平条约，1951年4月28号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。到今日为止，美国军事政府仍然占领台湾中。啊，为哪讲呢？我哪拢无看到美军？各位，渐渐发很可爱的地方就是这了。你虽然无看到美军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感觉到美军存在？你也感觉举手。你拢会感觉遐厉害哦，啊，未感觉举手。我是感觉未感觉啦，但是一点点滴，互你看会到呢。可比讲，几啊年前 SARS 伫流行的时阵，有一架足大架美国飞机伫遐上山降落，你们知影这个代志无 ？CDC 啊，疾病管制局。降落以后，伊无甲你讲第二句话，迄、那个防罩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衫，马上就送互咱，马上迄一天开始就去封锁迄个啊，做和平医院，你毋知会记得无？遐防护衣拢是美军摕来呢。迄阵有一个邱淑媞做迄个卫生所的所长，啊，佫一个叫做什么？什么文署长啦、啊？迄个台北市一个，啊，佫一个所长。迄两人去换掉是甚物人换？你敢知？美军下令直接佮换掉。啥物 ？CDC 管制局迄当伫迄个和平医院的时阵哦，下令，迄当是阿扁啊。甲阿扁讲，迄两个署，迄、那个署长佮台北市的迄个卫生局的局长啊。要到现场来，哎，人苦苦嘞！伊美国人，我都不爱听你的、啊。结果呢，电话号阿扁啊，换掉。美国存在啊，伊哪有遐大一款占领啊？前几天啊，咪前几年，丹东山阿扁甲你嘛讲，2006年的时阵呢、啊。我已经是2006年六月当时啊，杨淑丽去总统府，甲阿扁宣读三个政策，阿扁爱听无？爱听，三条啊。第一，伊讲啥？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，因为阿扁一直被宣布独立嘛。第二。中华民国要买武器，台湾关系法是存在的。美国的政策是台湾关系法跟一中政策，他彻底做。所以这个代志，我迄当阵阿扁这样来了解关的时候，我去拜访四拜，伊拢坦白甲我讲。啊，你个想看卖啊？2000年5月20日，阿扁要就职以前，甲2004年。5月20日，一条总统要就职，伊敢若讲宣布当选，伊就马上让你就职吗？会使无？未使呢。伊要等啥？要等美国的贺电。为什么要美国贺电？啊，日本贺电可以吗？还是中国的贺电？还是对接国家的贺电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关键是对美国照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规定。美国是台湾这个土地主要占领全国，叫做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。我若无同意，你谁当总统都不行。所以咱每一摆，伊中华民国的总统若要选的以前，不管你什么党啊，
国民党嘞、民进党嘞，什么党都赶快，你爱先来美国找我，我给你 interview。蔡英文就是 interview 啊，你唔在记得无？迄阵报纸写足大篇啊，讲蔡英文是第一个台湾人入去国防部有无 ？No， 伊无入去。咱两千零六年十月二过美国以后，半年美国开始各个单位和我直接联络。为什么？咱过嘛，咱用法律嘛。我们控告美国，奥巴马迄阵拄啊上任尔呢，伊安怎讲？伊通阿莫伊笑，伊讲：这个 Roger Lin 到底什么人啊？我即摆拄在做总统，伊就甲告，叫戴桥，伫纽约去诶，去问，啊无人买无啊？所以落尾啊，伊下令。四个单位拢甲咱联络。头一摆，我甲你讲实在话，伊头一摆敲电话去阮家呢。伊奇怪，伊哪会听阮家的电话？啊，敲来阮家的时阵上台讲一句，讲一本话。啊，这人怪怪的，讲一句，啊，佫说的佫闹英语。啊，但闹英语的时阵我讲，喂，稍等。You must identify yourself. 对，你爱证明讲你到底什么人？我在跟谁讲话呢？因为我代表美国国务院、跟国防部。喂，我你也可以代表奥巴马，对不对？我讲有理不？你咪讲啊，我代表习近平啊，等于当时习近平是胡锦涛，我哪面敢相信？我 no。你一定爱证明讲你到底什么人啊？伊我来较简单讲，就互你骗。伊讲落尾伊讲四个人，用这四个人你去问伊，是不是伊敢讲高宽敏啊？迄阵伫美国要转来的时阵啊，阿米塔吉伫美国的贵宾室，含高宽敏单独讲很多的话，啊讲什么话伊就敢讲，伊讲阿伯你去问伊，看我即马讲的有唔对啊？哎，我讲这，伊讲这有理啦，你听无？可别咱两个人见面，干咱阮两个人，啊，伊从第二甲我讲，啊，我去甲问，啊，就表示啥？我得的消息正确嘛，对不对？我真正去问国防面前者，伊甲我证实，啊，所以我就讲啊，安尼好，我可以相信你。这是一直甲行留一致。咱现在有四个单位拢伫甲美国、甲荷兰伫联络。当然啦，咱自从过美国以后，2009年四月七日，高等法院判决迄五点非常要紧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的联合，承认美国建一个军事政府占领台湾。第五点。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本土台湾人，所以2010年，应该是2010年的这个叫做10月24日啊，咱伫台北啊成立台湾民政府的内阁。2010年7月14日，国务院甲咱邀请，咱去伫华盛顿 DC 设办公室。2010年9月7日，咱举办第一遍的酒会。去酒会时阵，因拢来参加呢。咱第二摆办酒会是当时，前几工啊呢。2013年9月7日上午6点到8点，当然伫台湾是上午啦吼。啊，伫美国是9月7日的下午6点到8点。80几个，包含美国5个单位拢来参加，拢有签字哦。遐参加拢有签字哦，有签字哦。所以，那有个人甲你讲吼，你台湾民众拢甲什么人联络？你甲讲，你若讲会出来，我咱拢有联络啦。谁呢？
这是表示美国有关单位是伫支持咱台湾民政府啦。因为咱这个团体是照国际法伫行事的人，啊，无咱来较艰苦要创啥？天气阁渐渐冷安尼吼，那艰苦来在上课，卖讲冷啦，我就好啦。我嘛上啊足艰苦个呢，啊一日上啊上来四千名，咱即马我当个故意讲正确数字，咱个初级班有3518个，甲达为止，高级班有2705个，即届无算。所以咱当时会当得到美国当时要求个四千名。你也当给家己计算啊！当然啦、啊，咱可能爱甲计一数啊，因为即摆国民党也好，中国国民党也好，还是中华民国民进党，甚至中国共产党，还是其他种政党，还是台独的，还是统一的，拢会派人来甲你上课嘞。你若扣多四千个吼，时间命都报去吼。那幾個人把你站出來，跟美國說，沒有沒有沒有，你不要把我散在裡面，這樣火起來。因為我們在這個4月20到4月30這個中間，我們本來是要在美國來宣布說，要求國際化的時候，國際地位正常化，要要求美國說，你要跟琉球一樣发旅行证件给咱，结果迄摆啊真可惜，因为咱去红，咱的内部啊去红渗透去，所以呢，咱迄摆才无成。所以咱经过这个宣布满4个月，一直到9月7日，底下宣布，咱真济东西嘛，迄一天伫台北，拢惊到要死，我嘛惊错干呢。今日讲阁出题，啊，真是真好。这边咱有32个人去，咱的州长拢有去。你若有机会，你问州长。州长去有几个目的？第一，去张新闻节有好无？去试看卖啊嘛。唔是讲中华民国迄张啊，我讲这新闻节，你叫中华民国迄张。你有迄个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迄张新闻节，请你举手。啊好。你拢有啊嘛吼？迄张有好无？遐细声嘞吼！啊，认为无效的举手，啊，认为有效的举手，啊，你若无效，你若要申请，对不对？我甲各位讲，有效。这张啊，弄有一个晶片，你有看无？这边咱去美国，咱是9月7日去的，两个队。你知道这？这边去美国，因惊啥物门无？公务门呢？咱是代表台湾民政的官员呢，啊，你们欢喜者哦！哎呀，恁干哪要听尔呢吼？拢无动作呢？代表台湾民政的这些官员，咱就甲美国讲，阮是官员，因为排队排足长的啦。啊！若要排到了吼，啊两点辛苦啦。啊，伊就讲，啊来试看卖啊，无试嘛是假了的对吧？试。啊，你有啥物证件？咱的身份证。你看，邀请函。咱邀请美国的官员来参加酒会啊，咱做头家啊。啊，所以讲 ，OK， 你们就走公务门好了，行李都无检查。刷你去。到美国开酒会，啊！你总袂当酒会开晒，你就要活动啊嘛？大家嘛爱去参观啥？国务院啦、国会啦，对不对？所有机关都爱去啊，因大家拢去。那爱证明你的物件的这个机关啊，是爱身份证的啊。你问大家拢提一张出来，刷 ，OK， 过。因为咱的身份证是美国做的啦，像有个人哦，即马台戏有足济团体嘛伫做身份证呢。
哈、哦，我想拢无咧。啊，伊是凭啥物来做新闻奖？啊，无晶片，啊，印刷也很烂。啊，若要用迄种安尼影印的吼、哦，我毋免300块、100块啦。我话10块，我就天天甲你印啊啦。但是话台湾人看有戆戆啊，即款程度无？有啊。恁捌听讲有新闻奖？啊，做其他团体伫做的吗？恁无听的吗？有无？你有听到即款代志加手？无啊，我甲你讲有啦。所以，咱即摆就会甲美国宣布讲，你爱甲琉球共款，爱美国的军事政府爱发这個旅行证件互阮，毋是护照哦。护照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才可以申请护照，发行护照。咱的护照很准是无多，但是旅行证件谁来发旅行证件？咱来看琉球的呢，这本是琉球当年在1945年的4月1号，琉球去予美军占落，一直甲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以后啊，琉球的美国的军政府啊，特意发，所以这个物件你来看吼、哦，琉球列岛美国啥，出产秘境济啦，唔是啦，美国啦，啊。美国的民政府，所以各位，台湾民政府真正的名叫做啥？听清楚哦，听清楚哦，叫做台湾列岛，还是台湾群岛？美国民政府，那这样子长，咱若开始去杀这个运动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这样子长哦，你敢听会到？你绝对听袂到。啊！你讲台湾民主就足简单嘞，你都话我听无嘞。所以，台湾列岛、台湾群岛、美国民政府等于台湾民政府啦。军政府有滴选举无？绝对无选举。军政府的命令，你就要去执行。你若无执行，甲你拍。足简单嘞，那你已经读过啊？讲台湾这块土地，今日的主权、诶所有权，要靠什么人诶？唔对啦，你有错，你有错卡。日本嘛唔对，日本天皇啦、啊，啊，恁家拢无记过。诶，等下呢，你初级班有抬下手，你嘛唔敢下呢嘛？拢升级呢。来，搁听清楚哦，这袂当听唔到的呢。啊，有啦，我敢那顶届吼，顶届我拄啊好美国有人来，所以我无上课。啊，这怪我。但你也听清楚啊，我搁甲你讲一摆哦。是安那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有共款无？绝对无共。啊，这恁知影啦吼。日本天皇有这块土地，然后。伊来交予由人民所选出来首相来，你给他管，所以首相有管辖权，天皇有所有权、主权啊，叫做 sovereignty。马关条约，1895年4月17号签的，1895年5月8号生效，1895年的啊，这9月2号，7月2号板高挂。第一任的总统华山之计，和李金芳就是李鸿章的后生，在家人的外海，日本船叫做横滨湾顶管签交割，将台湾甲台湾周边的群岛36个拢荷兰，所以日本天皇得到这块土地以后，伊派第一任的总统。那阵台湾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伊都唔免派总统啊，伊就派啥首相，还是啥嫡庶。所以
台湾为1895年5月8号签迄个条约以后啊，马关条约啊，这块土地就完完全全变作日本天皇。我再跟你讲一摆吼，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是无共款哦。我甲阮后生敢有共？会使有共无？绝对无共，对不对？这观念有清楚哦。这间厝我的，阮后生第一个臭屁讲，迄伊的，伊要卖掉就卖掉，会使无？会使无？哎，就真巧的啊！天皇的，天皇的，首相是首相的。天皇有所有权，但是首相有管辖权。台湾会只国际化啦，干那七点嘛，伊登袂过，他转不过去了。伊说就希望日本天皇等于日本啊。但很最近的台湾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咱干那问就会多啊？请问当时台湾这块土地交予你中华民国？哦，开罗宣言，宣言的英语叫 Declaration， 一种的主张，都要靠条约 Treaty 来给它落实。条约若不给它落实，拢是日本天皇在马关条约得到台湾这块土地以后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到27条，顶关有对日本天皇做处分无？无呢？刚才我第一条讲，你日本天皇为即马开始，点点，将国家的代志、国事交给由人民组成的政府来管辖。所以日本天皇甲即马点点，啊，这是啥话？咱连续3年，拢要去日本皇宫，甲日本天皇接受。咱去提请日本天皇，喂。你唔通袂记得呢？阮台湾人是你日本天皇的臣民呢。现主席遐日本人唔是你的臣民，是你的国公民，是国民娘娘呢。是安那国民？因为1946年5月3号，麦克阿瑟改修改宪法，美其名讲和平宪法。啊，结果呢？和平宪法第四条、第九条，佮盖落去。即卖日本政府跟大日本帝国有共款无？无呢？你敢若看名就知影，大日本帝国跟日本国敢有共？即卖已经无共款了呢。所以各位，咱是正正刚刚的大日本台湾，咱台湾。当然，你讲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啥？我讲的这个名称，这是在国际法里完全站得住脚，大日本台湾。所以大日本台湾的台湾人和现在的日本人谁比较大？你都意气用事，我如果这样问你，就在说台湾，你会说原因吗？谁比台湾比较大？我们是臣民，他们是国民，臣民较大，国民较小啊。所以，遐日本教授来的时阵，7、8个教授来，我甲讲吼，因一个嘴啊拢开开的。伊讲吼，阮即马转去吼，要来甲安倍讲，赶快修宪，伊要恢复啥？日本天皇搁再直接管辖他们。我安尼嘛袂赴啊啦。当年台湾是日本天皇伊的土地的时阵啊，特别讲日本，伊嘛是日本的国民，日本的臣民啊，嘛是日本人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嘛。讲实在，咱较慢呐，对不？迄当伊甲咱讲啊，你们慢了2000-3000年呐、啊，才来尊奉我们的天皇啊，所以因安尼去。安尼恶多多，因大兄咱小弟，好家在第二世界大战恶多，迄个安尼去死去啊，迄落叫盖过啊。啊，这个恶多多，这个小弟啊，爬起来，换咱做大兄。所以我也是不能讲，后摆有啥物典礼，阮徛头前，恁徛后壁。
为什么？我诶，啊，大汉免徛头前吗？啊，你日本有一个有一款的个性诶，日本的个性是啥？一般咧，一个家庭哦，那老爸要翘起以前哦，财产一般拢是干那互大汉俩呢。啊，那小弟不管几个啊，家己去打拼。所以各位，咱个日本天皇讲，喂，你如果有不测的时候，应该是毋财产拢交台湾才对。日本的传统就是安尼嘛。所以我日本人讲，是安怎？日本的安倍晋三，这两年去苏联要甲拖北方四岛，拢去用迄个普京甲消遣。普京讲啊，你回去念书啦，你去做无礼貌呢。人做到总理，讲叫人去等去读册。安倍晋三头一摆时阵哦，无你甲注意下啦。等下讲啊，过去啊，过一摆过去讲啊，你没有念书啦。是怎？普京讲一句话：北方四岛不是日本政府的。安倍晋三真正无法度，我是国际法的专家，来派助理来。我讲普丁讲对了，北方四岛是谁的？各位上爷，日本天皇的啊！哎，啊，恁唐，你嘛较巧哎，日本天皇的对不对？就日本天皇的啊，大日本帝国你袂记得？日本天皇的呀、啊，啊！你要变成日本政府，你别改透，一端的嘛，改讲不是你的，你要回去念书。刷入去，我讲啊，日本人消遣，我北方四岛你无多透啊，啊！那北方四岛要透的，什么人会当透？日本天皇，啊！日本天皇各方规定讲爱点点，袂当讲话，啊！剩一个人，就日本天皇大汉囝。台湾，咱会当甲苏联讲还给我吧，也里面拍手哟。啊，我已经咱拖到北方四岛呢。我咧讲的唔是笑话，我是讲百分之百真的事情呢。我爱看新闻，国语都得啊，北方四岛。那改观过来往南派，南派上诶，讲咱哩啊对啦，但是这南派，伫1939年诶3月30号，大日本台湾的高雄州有宣布西沙跟南沙合并，叫做勋南群岛。迄当阵，甲划归为高雄州，但是这个代志，和美国的国务院甲否认。你讲 no， 我不承认。但迄当阵战争啊嘛，开始这边战争啊嘛。日本讲，我接着我的国际法的规定，无主土地谁先占谁就是他的土地。所以为工作证啊。钓鱼台、尖阁群岛、象耳，来，您学别有了好不好？台湾的野兽，台湾的野兽，啊，恁两个害，恁两个害，上课上下一拜，还搁你台湾的，日本的野兽，这嘛也害，这嘛也害，日本天皇的啦，我跟恁讲几下拜啊。天皇是天皇，政府是政府，无共款啊，你若讲后摆共款啊，我就讲，哎、欸，你甲恁囝拢共款。哎、欸，你以前爱足清楚的，啊，无你去外口要甲人讨论这个台湾地位哦，你无得甲人辩呢。讲到这个辩，我也甲各位讲啊，迄、欸、本新台湾论，有的请举手。会害啦，无一半呢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爱买新台湾论啊，唔是讲卖册，互你哦，赚足侪钱啦。迄一本遐大本哦，因为即摆都无迄个平装本啊，较歹势用精装本啊。你一定爱读啦，因为这个精，这个新台湾论，我们里面所写的，你也感觉讲哦，过去你所读的
中华民国对台湾这历史拢总是白扯，没有一个是真的。但是即马多多相反，中华民国系统的遐人啊，包括民进党啊，讲咱是诈骗集团，有你有听着无？啊，你搁敢来？诈骗集团你搁敢来？我每一届我拢甲学员讲，人若讲咱是诈骗集团，我要请教你，甲问一句话就好啊。伊甲你骗偌济？甲你骗什么物件？因即摆哦，互咱个赌个无多啊。即摆讲哦，身份证1000块，讲身份证爱1000块。啊，两个拢1000块，你讲啊，中华民国的护照爱1300，对不对？不然1600，即摆1300。咱后摆旅行证件，顶管冇迄个 chip， 有迄个晶片，因为样品我有看到。有身份证的人才会这样申请旅行证件，除了就那个1000块以外，咱无甲各位募款呢。我问你，台湾民政府有甲你募款的，请你举手；啊，无甲你募款的，请你举手。哎，你还讲多呢？真正无甲你募款啊！全世界你捌看到讲没有募款的？还是捐款的诈骗集团吗？伊就讲，有啊有啊有啊，要不收费到10000块呢？你讲10000块，你免食饭了？你这多啊样啦，家己会生出来啊？你家己炸来吗？人农场提供，我们怎么样付费吧？甲民宿同款啊，民宿同款啊。你平常想讲3天2暗呢？你也想讲7天7暗呢？是哪？你无伫用的时阵，伊嘛无做别人啊，归去互你伫用啊。所以，咱即摆甲即摆游戏2年多啦，训练遐人数，我通拢报互恁听。啊，佫一点，咱伫遮哩上课，咱拢公开哦，就现场实况转播。我希望各位每一天，你哪阵修完结束以后，等伊出去。每一天都至少要上一次我们的台湾民政府官网，好，你看这个官网写着什么型？捌去台湾民政府官网啊，请你举手。哦，啊，拢有诶，要过拢捌去呢哦，拜托爱去我去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讲我都未晓，我跟你讲，这不真简单。我知影迄个就是平板电脑，即嘛这样尔哇，一只在哪里？3000块。你去买一只啦，买一只呢？你不要用咩？不要紧，你有儿子跟女儿吧？甲叫来，来，我给你100块，你给他设定台湾民政府官网啊，设定一啊，你就卖个扁啊，大家拍开就有啊，啊，有简单无？所谓消息你看有啊？啊，那够有困难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要做政府官员，你爱也要看电脑、哦。你不要用不要紧，但你也要看啦。咱的官网在哪里看？哦，台湾战争史回顾已经写到180篇啊。其实我已经写到差不多230篇了，一天一篇呢。一天一篇，你们给他鼓励一下哦。你这足忝的呢，都爱给你吐呢哦。哦，别意，我真怕病呢，倾全力呢。但是我也让各位讲一句话：台湾的国际地位，除了这条路以外，没有第二条路了啦。马英九跟王金平这样去检查，你跟董先生，你可能讲王金平，因为啦，是台湾人。但是各位。伊叫做中华民国，国民党，中华民国，中国国民党，你知影嘛？啊，王金平是中华民国立法院的院长，这两个我拢未甲同情。民进党叫啥？中华民国民进党，所以坦白讲啊，
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民进党，你选什么人拢同款，拢中国嘛？伊在甲你说呢。民进党安怎成立的？1986年，美国的参议会六月了，参议院通过，咩啊？众议院通过，要求蒋经国爱让反对党成立。迄当阵因为江南岸以后嘛，所以1986年的9月8号，在蒋经国的指示之下，给你钱，给你人，在燕山成立中华民国民进党。因为蒋经国迄当阵，伊就甲因讲：“你只要在我的体制里面去运转，我不抓你，我也给你钱。”各位。为迄个时阵开始，台湾人敢若戆啊，欢喜啊！哦，反对党胜利嘛，遐党外拢办，党外时阵，台湾拢要从中华民国推翻，我唔知你会记得未记得？大家拢是对这个党外时阵啊，足侪人拢插有掉的嘛，敢唔是？我嘛有呢，我当读建中啊，足爱听迄个啊，做孔令贤演讲，伫放假，逐场我嘛走较到。看人你欠钱，我嘛直甲欠，欠到落地啊无半角，含国际公车钱都无，用走路倒去。我相信在座拢同款啊，拢经过一段啊。迄当阵党外是要将中华民国消灭，啊即卖呢？中华民国的民进党是要将中华民国保留起来。啥呐？陈文林来台湾的时阵，国民党买迄支旗啊。在保护伊，伊系什么人？民进党。你敢袂感觉很错愕？所以台湾人就是长期68年来，诶，他个思想拢搞不清楚啊。这不怪咱台湾精神病的患者特别多。绝对啊！今日讲反攻大陆，啊，明日讲中国最好诶。当然啦，正常的国家爱含所有的国家，大家人人好啦，吼，这是正常。但台湾这特别奇怪呢，但是咱即摆检讨哦，吼，咱上课安尼讲哦，我问你咧，中国共产党有杀台湾人无？有。我杀几多？共产党当时甲你杀？共产党无甲你杀呢，对不对？有啦，台商第一笔叫受害，迄无准算啦，迄袂当安尼，种大规模的啦。真正大规模台台湾人是啥物人？是中国国民党呢？噶毋是安尼？啊，你即摆你混中国共产党，啊，你维护中国国民党，搁一摆措施，搁一摆错乱，有无？遮清楚呢？全世界。哎，选举，所以你哦，先讲讲选举，你邓票邓个中国国民党，甲邓个中华民国民进党，跟我身边无共。我跟你讲，谢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这是迄当阵啊，我含迄个国大迄个啊，做副议长啊，叫谢龙胜啊，其实不代表李景辉先生啊。甲迄个中央，就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办公厅谈判过，我印象有够深，甲即摆也袂袂记。伊安怎讲呢？伊要求迄谢龙胜先生啊，去甲邓丽丽啊、李登辉讲，安尼啦，阮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改名叫做中华民国。你怀疑无？你怀疑无？你欢喜？你无欢喜？你到底欢喜也无啊？这都唔敢讲你嘛？这当然唔敢讲你啊！你当然嘛无欢喜啊！你就咪中国人，你叫中华民国。哎、啊，讲啊，中华民国也改名，叫做中国。所以你啊话，老老杂杂那边，就你跟你笑笑，佮足清楚的啦。中华人民国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简称中国，啊是啊，
所以咱今日用这个法律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度来摕台湾，因为咱讲一定爱接国际法律，所以美国、希拉里也好，奥巴马也好，一直甲中国讲，尤其这边习近平甲奥巴马讲八点零五，双方达到一个目标，就是讲大家拢遵照国际法。国际法什么名啊？万国公法。啊啦，遵照万国公法，各位咱过命了啦，因为中国绝对袂甲咱拍啦。哎、欸，甲你拍你也无欢喜，歹甲你拍你也无欢喜。因为谈判以后，习近平等于中国去广州，隔两天去广州，《广州日报》出一个头条哎，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，应该表明的啦。我不要台湾呐，啊，虽然台湾免了。喂，台湾要安怎？我就打一个岔，台湾要怎么样？这是你来这读的。我欲后日点半才甲你讲，你真正敢家己去想看吗？台湾要安怎行？台湾要安怎行？哦，唔是讲中国不爱甲你拍，嗯，啊，你就凊彩行呢？在这种的情形之下。台湾要怎么走？所以你们就是讲哦，啊，你高级班上刷，你就好、哦、太早啊 ！No， 还早得很。但是有真侪人哦，一本《新台湾论》哦，读甲烂烂烂呢。迄天哦，我伫台北州，摕来换换，我出一条，我安尼啦，我摕两本新的甲你换，因为吼、哦，伊内底错误哦。有一挂错字嘛，错字拢个提提拢个尿起来。哎、欸，我需要这一本，我需要这一本。你叫我讲哦，迄册是我写，我跟你讲，迄本册位头到尾，虽然顶管写三个人，其实位头到尾，诶最后一字啊，拢是我一个人本人家己写，啊家己编排。两个是拢挂名，他没讲。所以，我若讲是台北州安尼吼，迄本安尼读个这些。我跟你讲，你唔能叫是讲你读一本吼，你若读一本，我讲你后摆台湾民政府接受捐款以后，非常有用。其实你唔能看讲咱直接咧上课，中华民国足侪单位拢嘛派人来上课，不管什么人，伊若去交予农场食饭钱。使用费，咱拢较欢迎。你们就是中华民国，伊拢感觉真奇怪，因为你看中华民国的凯达格兰学校啦，啊，这个国民党有一个什么什么啊，做救国团啦，啊，李登辉学校啦，够难请咱咱每礼拜去上，无呢？你上面钱都无人要去，我跟你讲。啊！是啊，咱只咱大概拢遮侪人，因为咱咧讲法律啊。那迄阵人佫行落去，要互台湾独立，所以美国甲你讲啊，台湾不可以独立，是啊，袂当独立。大家拢想无呢？奇怪，你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，为什么要求我们不能独立？台湾不可以独立，台湾不可以加入联合国，台湾不可以加入国际组织，有无？拢是。不可以怎么样？不可以怎么样？哎，美国从来没有说台湾可以怎么样？哇，没有这样。咱就要跟美国讲，台湾可以发行旅行证件。记者会就是要讲这，已经去开了。这边的开记者非常非常成功。那你记者会一个开了哈，当然吃醋的足多啦。哦，此处对咱这个组织哦，吃出来足多啦。但是你也知影呢，台湾民政府会当做个这成功，不是我的功劳呢。我一个人未挣天，未飞地，哎，不会飞天，不会钻地啦。一定都爱咱所有的人来共同来合作。
照这个法律这条路，去跟日本天皇讲，跟美国讲，咱才会成功呢。尤其是咱即马讲要日苏美战，上日本天皇的，啊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有人想，啊，你讲军事政府占领就好啊，啊，要来要讲日属于日本天皇的。我问你一个代志，你的老爸，那王永庆，你买无？买下手？你拢吼，恁家人，我感觉吼，王永庆呢 ，DNA 检起来，你甲伊同款呢，啊，你买下手？啊，买下手？他都爱我嘛买，我哪会买？你若已经决定你的 DNA 甲王永庆同款，伊都爱甲你负责啦，伊钱爱乎你啦，敢毋是安尼？恁即摆吼，弄迄个不正确的观念，加上一寡迄个思想啊，我毋是讲有钱我得袂，有钱啥来办么？啊，那好比讲你的这个 DNA 啊，有一天验出来讲，我伫后边讲啊，陈静心啊，迄杀人王哦。是的，是陈进兴，你别下手，你卖都袂使。我跟你讲，今日那个 DNA 检起来，就是什么人诶？日本天皇诶嘛。啊，所以讲啊，我不要日本天皇，拍死 DNA 就是日本天皇啊。你怎么可以说我不要？生出来就是怎样啊？你生出来是查甫，你就查甫；生查某就查某诶。你不能选择啦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民进党执政诶时阵啊。你除了没有办法选择，你也选择讲你是台湾人。但是我常常上课讲啊，台湾人举手。哎，即马够唔够举呢？你自己举下哈。台湾人该举手啦，但是你提出你的身份证，台湾民进党已经卖省，你提出来无？你提出来身份证，拢写下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。看我要求啊，含国民都不是呢，啊！你敢选举？伊在跟你骗呐、啊！全世界选举，干那中华民国机关制度，干那咱这個、中华民国有尔，不是咱啦。这個、中华民国制度了，就是让你选的人，无让你行路工选入去，你敢选伊啊？伊讲摕三十块，我看你看有唔对。拿刚三十块尔呢？伊进党，他所属的政党可以摕一年摕五十块，四年都两百块。所以咱若去登一摆选票啊，了两百三十块，啊，大家选个足欢喜。你足欢喜无？啊，即马选出来，你看即马马英九679万票，喂，30块一票，小小2亿外呢？蔡英文600.9万。小小呢，各位，台湾人被骗这久啊啦，啊，但是这个骗哦，可一直别无多精神呐。跟你讲去卖选举，所以甲我讲，啊，你卖选举，你共产党的派来款呐。啊，你卖选举，啊，你莫讲中国国民党互拢拢调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互中国国民党拢调。美军才会入来处理代志啦。即马听讲要罢免马英九有啊？王金平甲马英九两个伫战有啊？咱拢不爱插，啥喏？迄是中华民国代志，甲你敢有关系？无关系啦。算算咧，因两个要安怎放记载伊啦？但是我甲你讲，马英九若真正甲罢免哦，美国算咧。美国一定就来台湾，我给你保证。因为占领地的老百姓去被骗太久啊，咱是去被骗做这个做中华民国的国民，啊，你敢选举？啊，选的不是台湾总统呢？是什么总统？中华民国总统，伊即爿给你模糊。伊叫做台湾当局，台湾 authority， 台湾关系法讲诶，啊，就伊若怀疑讲台湾总统，啊，
那去国外就讲中华民国总统，台湾人当时选过台湾总统，什么时候？我们没有选过台湾总统，所以台湾一连串这样故意来，一直都是错误。所以呢，因为咱有一个好处，当年两年半前的时阵，甲美国咧讲的时阵，伊就甲咱讲，我们台湾民政府所有的代志拢要公开，我们没有秘密。咱的上课为头到尾实况转播，咱伫美国记者会为头到尾实况转播，即边九月六号实况转播，你知几万人？几万人去看？十万人，表示讲台湾人足侪拢已经知影，他们叫台湾民政府，只不过是台湾人哦真巧，不爱讲，谁人不爱讲？因为过去二二八甲白色恐怖，拢惊到啊！白色恐怖迄是甚么款的程度呢？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啊，戒严啊，死偌济人？二二八死偌济人？你敢知啊？知影家手，你都唔知道。人迄个郝柏村，伊讲死无几个，哇！伊家己讲啊，伊讲啊，都无几个人来领钱啊，八百个领钱尔啦，只有八百个死掉而已。讲迄款话实在是哦，该死！我跟你讲一个数字。1947年的二月二八发生以后，甲这个白色恐怖，经过15年，1962年，新议员，甲迄张的警政署啊，询问，伊用车门，你台湾因为日本人替咱做啊真好，户口复查。户口普查到底有几个人？伊安怎讲呢？听清楚哦，我讲这个会负责任吗？伊讲，阮的户口普查，台湾有126000人，126000人有户口，无迄个人。啊，无迄个人去找伊度。126000人，其中。有39100个是去战争死去，是安那？我来知影这個，因为靖国神社内底有台湾的英灵39100名，126000扣掉39000，嘛还佫有80000几，80000几佫扣掉一挂 homeless， 就是无厝的，伫外口死无人知迄种的，互你扣掉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二二八真正死的，我估计800000人走未去。啊，那现在才800出来领钱，因为有的真侪拢是归工作啊死了了。啊，有的呢，唔敢去领。所以恁今日让来这上课，算恁的恁的迄个做欺骗吼，较勇敢嘛，是一流的啦。家己鼓励一下，干唔好？但是讲起来，你有较慢啦，你已经慢18届吼，恁这19届，十八届以前啊，比恁较早嘛，敢不是？我讲的这拢熟悉咯。我所讲的，因为咱每一期我伫上课哦，拢有录音，拢有录音带，你拢有当去看。每一句话我拢负责任。我刚跟你问讲，台湾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讲我台湾人，但是若要讲起来，伫法律来讲是大日本台湾人。理由伫倒？你去参加战争，死去，是安怎？日本的靖国神社要甲你囥喺内底拜？为什么？中华民国某一个叫做忠烈祠，你捌听过无？伫个台地啦。忠烈祠内底有台湾人无？有无几个？100个内底啊，100个，
咱有兄弟姊妹以前去做兵，啊，做兵我未死，做兵才死足多，我跟你讲，啊，死以后拢藏喺度，台湾人家己登一台，你若是奔做兵死，靖国神社。你敢若看中烈祠内底台湾人无甲一百个，中烈迄个靖国神社的台湾人39100，各位啊，你都爱觉醒啦！你咱到底什么人啊？日本人嘛，咱就是日本人，正正刚刚的日本人嘛，而且又是大日本的台湾人啊，不是即摆日本人，所以有人欢喜哦，较紧嘞。明仔载去告日本政府讲哦，我是日本籍，你爱和我合照。我跟你讲，日本政府在咧跟你判你输，啥啦？已经改过啊，他已经改了宪法，是即马新的日本政府啊。你若去啊日本天皇宫，请你恢复让我当成大日本台湾，有可能，这是咱没去日本的原因吗？10月20到24，马上12月啦，特别搞。今年拄啊，日本天皇80岁的生日，上过国级班的教主的去日本，但去日本哦，爱交钱啊，歹势。我无遐侪钱，讲请恁啊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咱这是代表台湾民政府哦，政务官员哦，所以咱大饭店，我跟你保证。一流诶，6颗星诶，咱诶坐车，袂当讲一只车40个坐40个，袂使，是30个就好，而且新车拢一定新诶，这是欺骗啊！日本来甲你看呢，你台湾民政府后摆要搁做我诶阿尼去，大兄啦，我们要表现出咱迄个。正港的大日本台湾人的迄个气质甲气魄，你若要去的，明仔载敢若会来做西装吼？你若无做，会当去做，大拢爱同款乌色的。我真正唔是这方吼，因为我逐天伫穿西装吼，啊，所以我会用家己的衫来替嘛。哦，咱江老师穿的西装就是咱的这方嘛吼，来你来看麦，江老师。哎啦，就是安尼啦，安有水无？甲拍手开。啊，江老师为对啦，你知不知啊？台东呢？花莲啊，都附近啊。迄坐车爱坐几啊点钟久呢？差不多，我怀疑他上班拢2礼拜来一摆呢。伊上过课啊，等来搁听啊。咱马孙。咱来毕业以后哈，那边等两天也是可以。礼拜天下午1点半到3点是外课。我每礼拜上的时阵，会跟你讲，这礼拜咱台湾民政会进度到什么地方。所以你也看，咱这个礼拜天啊，我跟你讲，咱后边拢坐个满满满，因为大家拢在等两天。国舅正来，咱你讲诶。因为日本的靖国神社有39100名的英灵底下，等到中华民国的忠烈祠，无咱台湾的灵魂伫内底。你也看这边，当这边是洪仲秋，伊是歪去的。迄飞机哇，中华民国空军去弄着壁，伊的家属甲讲，迄台湾人啊。大家讲哦，啊，要看个忠烈祠，两方面个给拒绝。他们在内心里面从来没有把我们台湾人当作他的同胞啦。刚才叫你浇水，叫你来做兵，那是同胞啦。有好康呢，拢是因你啦。我相信咱在座，我看啊，真侪他们拢不离辈嘞。啊，那公务员嘛，你甲问看麦，过去你的单位内底，你升迁呢，偏偏同款，中国人大省呢？啥个中国人大省？唔是伊较敖，唔是伊较敖读册，唔是，伊是占领者，咱是被占领者啦。
当然，惊骇一点，没有认清自己。你见败，你都要承认见败。战败不是可耻呢，但咱见败，咱有咱的权利啊。你什么人嘛，袂当甲欺负啊。好，甲咱让美国见败，所以今日咱告美国，美国乖乖，都爱每一个月拢爱派人来甲咱协调。所以呢，当然啦，我们的组织啊，嘛是同款会乎外口的政党啊，伫中华民国体制，像共产党啦、啊、国民党啦、啊、民进党啦、啊、台独联盟啦、啊，要甲你游咬卡，要予咱啊速度较慢呢。各位，咱台湾民政府已经伫轨道上伫走啊，我们有既定的方向，我们不会慢。咱本来是代替台铁的速度，咱马上甲变作高铁的速度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啊，要变作高铁吼，你讲，大家都要坐就好啦。等于吼，啊，赶快就，你若等于，你都要甲你的酒店联络，咱每一周、每一礼拜拢有一节，你来去听啊。爱去温故知新啊！啊，无想我嘛爱去电脑顶管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来看啊、哦，初级班3518个，但到了高级班时就2705个。我那个想想嘞，啊，去另外800唔知走去倒嘞。当然不要紧啊，因为有人想讲啊，我都赚较无，我嘛无多给你帮忙。其实，咱有一个原则咧，就是讲，咱所有学员，家己本身的经济能力嘛爱好，当然这个好，就是讲上无爱饲你家己会活的，啊那无我跟你讲，含饲你家己都袂活，后摆乎你来做官，那袂贪污，我才头当乎你做一下子。啊，我也相信。我们台湾民政府以后的政府官员不敢贪污，因为财富足够好哩啊！你像囡仔读册，为幼稚园读到大学，硕士、博士拢免钱。每年18岁以上的查甫、查某，拢有一间厝乎你。台湾人家有啊，我先讲啊，唔是讲住伫台湾人都有诶。很主席，那你读大学诶，有80万人助学贷款，我们一执政，这80万人的钱拢免还，阿了冇？嗯。奇怪，你秘书长支票开这一张，80万人钱免还，18岁以上搁送一间厝。要求你钱要倒来，你会爱问无？会问无？你唔敢讲，你一定爱问我嘛？想要怎样举手？啊，你这大家拢举手，我再跟你讲啊。要讲以前，我跟你问，夏威夷捌去夏威夷举手？啊，夏威夷伊的收入第一名是啥物物件？观光的请你举手。夏威夷啊，哦，观光啊，哈、哦，因为夏威夷坐飞机，目睭所看的，拢总是外口来，尤其阿本啊上济。我甲伊讲，观光的收入只有占夏威夷全部的30%。奇怪，还有迄个观光比观光更加济，什么物件？美国。诶，军队甲夏威夷租土地迄个军港诶租金呐，有奇怪？哎，军港飞机场爱用租呀？全世界所有国家要建立军队，拢爱甲老百姓租基地啦。干那迄个中华民国澳大，甲你讲，我们要爱国，何解霸占你的土地？
那个不对的观念。各位，我们一直正，马上甲你讲，来，我做你，因为安那，我互你占领，我唔免做兵，我唔免买武器。免买武器，恁初级班有读到无？被占领的不用买武器呢？台湾关系法内底，其实若讲台湾免买武器呢？伊足笑的，伊甲你创一句英语叫做 "make available"， 就是讲哦，伊开菜单，你家己去拣，偷食波啦。那我都无啊，他袂当互伊偷食波啦。我绝对免买，你也来甲我徛卫兵，你甲占领嘛。所以，敢那武器啊，迄、那个军费一年省几啊千亿。加遐基地省几啊千亿，安尼我无钱，予咱所有台湾人18岁以上，拢有清楚吗？你讲我多无？你知影台湾现主席空厝有几间？250万间啊，250万，干那250万，改讲几间？半年内买。你若无大人，我就给你按照原价收购，来分好这18岁以上的就好啊。但你若有3英厝，歹势哦。你3英厝你变大，哦，阿母2间，囝按3间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就赶紧卖啦。我个人对迄个用房地产去赚钱啊，我很反对的。你若有钱免啦，伫工商界去投资嘛，去买股票嘛，投资公司经营嘛。但是公司的主管若甲你贪污，做甲了钱，清算，安好无？要清算拢好咧吼。我的意思是讲吼。你公司若要了钱，你要有一个理由，绝对无他好因乌白去做小，绝对没有办法。我都做无，我一定我都。台湾其实会当做一个真好真好的民族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。然后台湾2个月无警察、无部队，台湾的治安、治安犯罪率零，无人犯罪就对了。自中华民国军队入来台湾哦，都稀烈烈啊，贼啊足多，抢劫无所不至。后一个笑话，唔是笑话，我真正的。迄兵啊入来。看咱有自来水，伊中国都无自来水啊！五金行买一个水龙头，转去就甲倒落，全无水。去找人，找五金行偷去。你看我是中国人，你骗我！伊啊，反正讲，你当然你下无倒水管，你里面有水。啊，这不是笑话呢？这不是笑话呢？特别讲，迄阵台湾的文化的水准，甲伊中国是差天甲地啊！咱是无看，但你看相片，迄兵啊来拢是穿啊，穿啊拍你拍散，用迄个啥，迄个扁担。颠倒，日本迄当阵要撤退时阵，日本伫咧战争伫要结束的时阵啊，伊本来是想讲。美军也攻打，攻打台湾，因为中国的满洲啊，两苏的关东军啊，佮调来台湾封闭，当迄两苏用不掉啦。迄两苏的关东军啊，要撤退的时阵啊，我想咱在座有个人捌甲讲过，因倒是住伫下海边啊，迄关东军规规矩矩，伫码头，美军在中国边啊来的时阵啊，中国佮看到。码头遐日本的军人啊，穿足好诶，啊徛足直咧，伊唔敢落来，
课本拢写，历史拢写，美国甲你讲的啊，迄是美军在后壁尻川尾甲踢一个讲你下去啦，哎呀，乱呢，这不是笑话呢？文化界一个民族来台湾讲，哎，阿伯什么伊比咱较悬啦，什么伊拢优秀啦。其实我甲你讲，台湾人比中国人较优秀，我甲你保证。台湾人是无机会尔尔啦，所以各位，咱家己本身啊，要装进自强。咱家己本身，爱对你家己本身有信心，把这个信心，我无要求，你干啦，好好甲发你个头好。新台湾论，搁再一拜，甲各位讲，拜托诶，你一定爱我，伊无你伫外口，你无落甲人讲。每一句话内底拢有范例，我今日要讲到这，稍等下呢，下课以后啊，楼下有点心，好、哦，咱去食点心，来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学员，请起立。